准备了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怕你多说说你自己啊，不只是班两会、北一女，还是这些以外的东西里面的东西。搭捷运的时候，常常搭很近的，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听。为什么不想顺便听音乐？这是你唯一觉得奇怪的。没有啦，我也常常为了不要看起来没事做戴耳机啊，可是我都还是会听音乐。应该会在意看起来怎样？那不是重点啊。因为我觉得不要听音乐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